我要来多谢咱几个咱的中央会，咱的主要的领导者，安尼甲咱走动，甲咱组织，把咱即届选举，咱的中央会的系统会使办起来，甲我足大的支持甲鼓励。好，拜托咱的中央会能够发挥这个最大的力量，提醒我们保护台湾。我们这一代有一个责任，我们要守住台湾的主权，守住台湾的民主自由，守住台湾的我们的安居乐业。这是我们对这一代的责任，也是对下一代跟世世代代的台湾的责任。不论是台湾派，不论是中华民国派，还是中华民国台湾派，我们都一起团结起来，来守护台湾，安尼好唔好？